大家好，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，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今夜笑话节目。主要内容包括：一、为什磨乌龟不玩手机游戏，因为他怕按太慢；二、为什磨鸡蛋很差的喜剧演员，因为他总是破戏；三、为什磨太阳中总是很自豪，因为他每天都有他的时光。那么小六子。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，为什么乌龟不玩手机游戏？因为它怕按太慢。各位亲爱的学生和网络上的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：为什么乌龟不玩手机游戏？这个问题可能会让许多生物学家和科技专家夜不能寐，但别担心，我们将以一种专业且幽默的方式来解开这个谜团。首先，我们的承认，乌龟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生物，它们的祖先可以追溯到恐龙时代。 而这些古老的生物在进化过程中似乎没有发展出玩手机游戏的能力，这可能是因为当时的手机信号覆盖范围不够广，也可能是因为恐龙手机店的业务员不够专业，没有向乌龟推销最新的智能手机。但让我们回到现代，为什么乌龟不玩手机游戏？传说中，乌龟是因为怕按太慢而避免玩手机游戏，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，毕竟在愤怒的小鸟或快打旋风这样的游戏中，反应速度是胜利的关键。 想象一下，当其他玩家已经过了好几关，我们的乌龟朋友可能还在努力的试图打开游戏应用程序。此外，乌龟的手指或者说爪子并不适合触摸屏幕操作，它们的爪子更适合挖掘土壤或是慢慢的移动，而不是在屏幕上快速滑动和点击。这就像让一位穿着潜水装备的潜水员去参加一百米短跑比赛，结果可想而知。最后，我们不得不考虑到乌龟的生活方式。 乌龟是一种非常冷静和悠闲的动物，它们享受阳光和新鲜空气，而不是被困在一个充满虚拟现实的数字世界中。它们更喜欢在池塘里悠哉悠哉，而不是在虚拟的战场上奋战。总之，乌龟不玩手机游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，从生物学特性到生活方式的选择，都影响住它们对于手机游戏的兴趣或缺乏兴趣。但谁知道呢？也许在不久的将来，随着科技的进步，我们会看到专为乌龟设计的慢节奏手机游戏。 让这些古老的生物也能享受数字时代的乐趣。直到那时，让我们继续享受我们的快节奏游戏，并尊重乌龟选择悠闲生活的权利。谢谢小六子的介绍，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鸡蛋很差的喜剧演员，因为他总是破戏。哦，这个问题真是让人啼笑皆非。不过既然你问了，就让我们来深入探讨一下这个充满哲理的蛋黄哲学吧。首先，这个笑话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文字游戏。 或者说是一个双关语，在英文中，这种笑话被称为 pun。它通过单词的多重含义或者发音上的相似性来达到幽默的效果。在这个例子中，“破戏”这个词语既可以理解为在戏剧表演中破坏了剧情的连贯性，也可以字面上理解为鸡蛋破裂，从而破坏了它自己的完整性。现在，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笑话背后的深层含义。鸡蛋作为一个食物，它的存在是为了被食用，而不是为了表演。 当我们把鸡蛋放在喜剧演员的位置上时，它自然就显得格格不入，因为它缺乏表演的天赋。这就好比把一个专业的数学家放到舞台上去跳芭蕾舞，结果可想而知，可能会有点笨拙。再者，鸡蛋在舞台上破戏的形象，也让人联想到了另一个场景：在古代，当观众不满意演出时，他们会投掷蔬菜或者鸡蛋来表达不满。这样一来，鸡蛋不仅在舞台上破戏，甚至在舞台下也可能成为破坏表演的工具。最后。 这个笑话还隐含了一种对于失败的幽默接受态度。在生活中，我们都可能会遇到破戏的时刻，就像鸡蛋一样，不经意间破裂了自己的完美形象。但是，正如这个笑话所展示的那样，有时候我们可以选择用一种轻松幽默的方式来看待这些小挫折。总之，这个关于鸡蛋的笑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文字游戏，它还蕴含了对于角色错位、失败处理以及幽默感的深刻洞察。 下次当你在早餐桌上看到一颗鸡蛋时，也许你会想起这个笑话，并且对这个平凡的食物有了全新的认识。不过，记得在享受早餐的同时，不要让鸡蛋破稀哦。谢谢小六子的介绍，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，为什么太阳中总是很自豪，因为它每天都有它的时光。各位亲爱的时间旅行者，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位古老而自负的时间守护者——太阳中。太阳中，这位日光下的老者。 自古以来，就在人类的庭院、公园和广场中屹立不摇。他以一种悠然自得的姿态，告诉我们时间的流逝。为什么太阳钟总是很自豪呢？哦，这个问题的答案可是多姿多彩。首先，太阳钟是一位时间的艺术家，他不需要电池，不需要繁复的机械装置，他仅仅依靠太阳的光芒和自己的影子就能告诉你时间。这种简洁而又精妙的方式，让许多现代的计时器都自愧不如。再者，太阳钟每天都有它的时光。 这可不是说他有自己的小剧场，而是他每天都在与太阳进行一场无声的对话。当太阳升起，太阳中开始工作；当太阳落下，太阳中就休息。他的工作节奏完全与自然同步。这种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能力，让太阳中感到无比的自豪。不过，太阳中也有他的小小虚荣心，他总是喜欢在阳光最灿烂的时候，展示自己最精准的计时能力。当然，当天气阴沉或者是夜晚降临。 太阳钟就只能默默地站在那里，等待下一个清晨的到来。这时候，他可能会有点羡慕那些不分昼夜工作的电子钟表。最后，太阳钟之所以自豪，还因为它是人类纪时历史的见证者。在古埃及、古希腊、古罗马，太阳钟都曾是时间的宣告者，它见证了文明的兴衰，见证了科技的进步。即使在今天，当我们手腕上的智能手表可以做到比太阳钟更多的事情，太阳钟依然自豪地站在那里。 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与自然的连接，不要忘记时间的本质。所以，下次当你看到一座太阳钟时，不妨停下来给予它一点赞赏。毕竟，它是一位老者，每天都在用他的方式告诉我们一个古老而美丽的时间故事。谢谢小六子的介绍。总结来说，乌龟不玩手机游戏，可能是因为它们怕按太慢，不适合触摸屏幕操作，并且更喜欢悠闲的生活方式。 至于魏石磨鸡蛋是一位差的喜剧演员，这个笑话蕴含了对于角色错位、失败处理以及幽默感的深刻洞察。至于太阳中魏石磨总是自豪，他依靠太阳的光芒和自己的影子来计时，与自然和谐共处，并且是时间历史的见证者。希望大家能够在生活中多一些幽默和轻松的态度，不论是面对困难还是享受美好的时光。现在，我想知道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？ 谢谢大家收看《六度穿越》系列节目。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、科学家、工程技术人员编纂、设计、制作，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。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，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给我们节目点赞。